15岁了，此时此刻，我们遇见的是王源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，很感谢大家今天能从全国各地，从大家繁忙的工作学习中抽出时间来看我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，今年18岁。谢谢谢谢，有你们真好。就吹蜡烛了。想知道我许的什么愿望吗？没事，我说出来也一定会实现的，因为我也是锦鲤，所以我说出来一定会实现的。我希望能看到这段视频的人和所有的你们万事顺遂，毫无蹉跎。生日蛋糕要吃，那新的一年才会顺顺利利，也非常感谢有你们一直陪伴我的生日。